伊等厨房。
感觉应该蛮不错，我来看一下。让袁坡先解释一下，人家都说爱情是盲目的，但是我花了12年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从大一就暗恋我的女神，所以这回就用 M 代替。我们毕业后在同一间旅行社上班，直到上个月的礼拜一。同学，恭喜恭喜！Line Rangers 吗？该不会？哎呀，没有啦，我直接把它删啦。我女朋友喜欢我都不理她，只有在寄 Line Ranger 邀请的时候我才出现。所以她说我在为了玩那个游戏不理她，她就要跟我分手。所以我就搞来大叔神奇宝贝啊，高招哎、欸！看起来蛮好玩的，那我回来下载好了。啊，嗨一哥早安。早安。等一下他会要用的资料我帮你放桌面上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还有只是我早上帮你泡好的咖啡请你喝。哦，谢谢哦。哎，早安。嗨哥早安。嗨哥 nice 哦，一早有人帮你煮咖啡。哦，白痴哦，你那么大声不要听到太觉得困扰了。不会啊，我看他还蛮乐在其中啊。不要闹了啦，拜托，我跟他相差10岁，我就是像他在职场上的哥哥一样啊，他不可能喜欢我的、啊。你在 kidding 我吗？他喜欢你这么明显，什么事有关你，他都冲去做哎、欸。啊，他就是一个爱帮助人而已嘛。啊，不要再讲了啦，大家同事这样很尴尬的啦。哎呀。大家下班之后就可以不只是同事啊！哎，我干脆用他来今天的聚会，让你们知道一些机会好不好？什么聚会啊？就腹肌女友的生日 party 啊！你前天答应要去的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我想想。哎，你不来，我女朋友是会生气的。她为了你，找偷偷单身正妹来到现场。听说有个叫雪莉兰 ，Oh my god， 超想认识的。哎呦，可是啊，你们就知道，我从大一到现在就只喜欢小兰一个人啊，其他女生看不上了。啊，你在 kidding 我吗？你实在是太 foolish 太痴情了，放着新鲜的妹不追，去苦练你的女神。大人哥从18岁到30岁，还不是一样没结果。你说的我是懂了，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喜欢他。哦，什么曹操到？哦，小兰在做星空都在玩的女神哎，真的是。他一个礼拜没有看到他，感觉他还是一样的年轻貌美。败给他了。哎，算了，别管他，继续玩呐。说，不知道他去高丽国出差。有没有买什么名产回来给我们这群好同事？他那么抠，是会带什么高丽菜吗？小爱，哎，嗨，你来正好。嗯，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我想问你下班之后有没有空？下班之后应该是有空吧？怎么了？因为啊，我上礼拜去韩国，然后帮大家代购很多东西，家里都没打扫，我也很想自己处理啦。不过我在韩国做水晶指甲，如果打扫的时候弄坏，我会很困扰哎。真的是蛮困扰的啦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整理行李跟打扫家里这种事情，我最会啊，就包在我身上。你们真的是好乐意，谢谢。那下班都我来。好的。
哇塞，这什么游戏啊？怎么每次都长得这么像雷啊？靠，谁说我长得像大树水宝贝啊？主管好，主管长。太前卫啦！来来来，再点名点名啦，点名啦！最大。来，日本县公园许太一。有。高雄。Here。富坚。左。哎，韩国县公园。哎，毛利兰。有。贝丽丽。有。哎，好，来，那日本县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告了？报告主管有。哎，请说。报告主管，我们都过得很好，报告毕。果然很有戏。那韩国县呢？报告主管，这次出差非常顺利，韩国很多间五星级饭店跟我们签约，还拿了很多折扣。果然是我的真力不俗啊，毛利兰！再棘手的 case 只要交给磊哥了，都顺利完成了。那要说吗？可是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取得胜利的。必取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太多人，太多人，太多人。啊，那个各位啊，我们公司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了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位新同事。他是韩国原装进口的天龙人呢，有了他，我们的业绩一定能够大幅的增长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了。来，新同事自我介绍一下呢。好，你好，是哟，我是你们的新同事，谢谢你，你们都很漂亮。那毛利兰啊，你的韩国线经历最丰富，那新同事就交给你来 team 啦。好，那如果各位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先三位各自回岗位工作了。啊，那个贝丽丽啊，那个等一下你来我这边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好好的讨论讨论。是，那我要先告诉，那先由他帮我叫车。好。嗨，记得放学不是放学，下班之后要跟我一起回家哦。OK 啊，我一直聊，拜拜。附近女友的生日 party 哦，晚上。没有啊，是就小兰请我去她家帮忙整理家里跟打扫一下。哎，所以你要放鸟聚会哦？太见色忘友了吧？哎呦，我也很难抉择啊，一边是兄弟，可是另外一边是女神呢。啊，保证会赶快扫完的啦，说不定还可以带小兰一起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算了啦，我看就去当你的工具人，享受难得跟女神这个。男子二人时光啊！哎，弟弟，你可以帮泰哥打给那个张经理，说北海道员工旅游明天四月两点半改成一点半吗？Lily， 这些资料帮我拿去 print 一下，帮太医顺便。Lily， 可以把去年跟妹妹集团合作那个 case 找给我吗？不要奇怪吧，莉莉啊，我看起来也是吐槽。泰哥，对不起啦，我不能再帮你们做事情了啦。哎，主管怎么这样啊？我们家泰哥是这么需要你哎。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主管突然这样说啊？就主管说，我都帮你们做事情，我业绩都没有，所以他说我在。帮日本县夫人做事情，他就把我炒鱿鱼。好吧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就忙你韩国县的业务就好，然后日本县的业务我们就自己处理就好。那你加油哦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
你看那个公斤掉下来真的很好笑。那你想不想拎根筋爆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帮助一下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要来找这个张经理，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。但很不巧的呢，他还是特别难搞，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搞。在怎么可能搞砸啊？太会了吧！哎、欸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跟张经理有预约。哦，好的，请稍等一下哦，我去通知一下经理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公司每年去员工旅游。一半去日本，一半去韩国，都是跟我们签约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签下这契约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你的洞。干嘛、啊？这么送回来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知道哎，该不会是白头发吧？哎、欸，找死哦。不好意思哦，那个经理可以接你们了，请进吧。哎、欸，张经理。哎呦，哎呦，毛大美人啊！哎呦，几天没有看到你啊，怎么越变越漂亮？旁边还带一个小鲜肉啊，这个韩国带回来的欧巴哦。张经理，你怎么知道我去韩国？你有发我脸书哦。长那么漂亮，不看对不起自己嘛。张经理在说笑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新同事新一新先生。啊，新同事叫新先生，啊，你的旧同事不就叫旧小姐？哎呀。张经理好爱说笑哦。请多多指教哟。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哎，来，坐坐坐。这个合约书啊，我都看过了，基本上我很满意。那可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，想要请教你一下。很好，张经理请说。这次可以请毛小姐您当我们的领队兼地陪了吗？啊，张经理你要在说笑，我只是业务不专业吗？怎么会不专业？啊，前几天不是去韩国帮我们抢滩，绝对是要服务才会去嘛，对不对？张经理，我觉得我在韩国长大，是啦，我应该比较适合当地陪哦。帅哥，我是觉得哦，我们公司啊。要多一点异性的刺激，大家才会愿意去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张经理，我觉得品质应该比较需要受到重视吧，史密达。帅哥史密达，我是觉得哟，你在那边，史密达哟，我会想要欧巴，嘴巴封起来哟。张经理，我真的觉得。没事啊，张经理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方案可以再讨论。不过呢，要先跟您说的是，我只是一个业务，那。我们地陪啊，跟导游都是经过专业训练出来的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这方面可能是没有办法的。对，无法的哟。那如果说我不经过你们公司来聘请你呢，你就跟公司休假啊，然后约我照签，钱我照给。啊，你额外要 bonus 我也都给你，这样的好康不是人人都有的吧？嗯，张经理，我是觉得、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徐先生，你们手在干嘛？等一下，徐先生，经理在里面等你哦。好，不好意思。神经病。张经理，晚安。过来。张经理，那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可以坐下吗？不可以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要跟你谈合约。张经理啊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搞不太清楚。搞不清楚，还问你们公司那个姓辛的，弄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不知道，来这边胡说八道。张经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辛一他是我们第一天刚来上班的职员，所以这些状况他也搞不太清楚。然后如果他有冒犯到的地方，我跟你赔个道歉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不要放在心上，是不是？不要放在心上，要放在什么上啊？我跟你讲，要不是哈，那个姓辛的那个东西哈，我老早就已经可以跟毛。想着想着做什么、啊？当然是可以，当然是可以一起去员工旅游啊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跟我好好管理日本线的业务就好了。反正这件事情哈，你不要管，你这样，你回去跟毛小姐讲，这个他
我的方案，我们就不要签约了。哎，不要太过分哦，故意在威胁人嘛，我可以告你哦。告啊，告啊，你来告啊！看看哦，是我优秀的律师团会议，还是你啊，根本没有找到的律师会议。哎，你，我跟你讲啦，年轻人不要太冲动了啦，没有用的啦，滚出去！妈妈根本就起手了。真的会挑餐厅哎，这家餐厅灯光美，气氛佳，而且每道餐点都好吃哦。那要说吗？你不想看？大学的时候，谁到你家都去吃好吃的？不然的话，你就要跟那些卤蛇去吃妓女了。干什么？讲的是没错啦，早跟你在一起就没错了。比起跟你出去，我会觉得。比跟妈妈那边出去，我也觉得跟你出去比较快乐。对啊，跟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啊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脸色好像不太好啊？还不是新衣。哎，这个新同事他是欺负你啊！我看他在张经理那边很粗暴把你拉走，哎，太暴力了吧？那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我跟张经理的约都还签完，他把我带走了。这个我是有听张经理说。我知道新一他看不惯张经理那个调调，可是这个月签不成的话，主管会大发飙吧？如果我因此被停职的话，怎么办啊？所以你真的要答应那个张经理的请求，去他们公司的员工旅游？如果这是一个条件的话，我觉得答应他也没有什么坏处吧？没有坏处，拜托，你不知道张经理就是想对你下手吗？哎，徐太医，你少拜托一点，他们公司员工那么多，一起去旅游。他能对我做什么？是啊，就很危险啊！比起担心那种还没发生的危险，我更怕签到月之后被停职吧。要不然要是这样子啊，我用我的年假就是请假，然后跟你一起去他们公司的员工旅游，这样比较安全啊，对不对？不用了，先过完日本线吧。而且新一啊，他答应我要陪我一起去的，他是韩国人，应该很专业的吧。而且说到这个新一啊。我真的很喜欢他哎。可是我觉得新同事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啊，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腥味啊。啊，你这样不是浑身都卤味？好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你继续讲。所以新同事他怎么了？就是啊，你知道新一他居然有三个妹妹吗？是哦。而且都是国小生哎。好。昨天我们一起接完客户的时候，就接他妹妹回家。妹妹，对，她妹妹真的很可爱，她一直牵着我的手，人家都以为我跟她是她的父母，好害羞，太夸张了吧？可是自从她来公司之后，真的觉得公司变得很有趣，有个新鲜感。所以你是说之前跟我一起工作之后无聊？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？请问您今天的餐点还满意吗？请问一下，洗手间在哪？直走右转就是咯。我去先走。那这是今天的账单，我待会为你做结账。好。小兰怎么开口闭口都是个新同事啊？算了。我没看错啊，这一顿饭要个十百千，一万，这顿饭要一万，太夸张了吧？算错了，服务生，先生怎么了吗？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账单吗？我帮你确认一下哦。没错哦，总金额是15000块钱。那请问你要刷卡还是付现哦？好吧，刷卡吧。那请稍等我一下哦。
哇，这个要吃土咯。哦，好啊好啊好，我明天陪你去吃，好，拜拜。你明天要去哪里啊？哦，就西啊，他说叫我陪他去家妹妹。有其他妹？对啊，妹妹很可爱。那先生是你的卡跟收据，谢谢。你结我账了？对啊，就你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顺便结啊。那我觉得你真的会利用时间哎。箱行李耶！我昨天整理完，都半夜两点了啊！真的不好意思啊！啊，都是你，害我被女朋友骂惨了。不过还好你没有来，那边单身女生来我都在 kill。哦，真的，说到这个，哦，昨天那个雪莉啊 ，Oh my god！ 啊，不过，那你跟小兰昨天怎么样？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昨天带我去吃一个高级餐厅，好吃是好吃啦，可是开销就一万五哎，一万五？你在 kidding 我吗 ？15 million， 你一个月22K 都赚不过 ，You must be insane！ 哇，你们怎么不平分啊？哎，这不是让我心碎的事情好不好？重点是啊，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，小孩开口闭口都是那个新同事的事情，原定好边装笑，谁知道我心都在淌血，我的心才在淌血呢。许太医啊，张经理刚刚跟我说他不签约了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经理他不签约了？是啊，他刚刚打电话来跟我说，他还在考虑要不要签约，你就动手打他，他现在 OK， 没办法见人，就不想签约了。你明明知道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讲多么重要，你竟然……不是啊，是张经理他想要先对毛利兰出手的。啊？怎么了？小兰，赶快跟主管解释，昨天张经理想威胁你了。昨天威胁我？没有啊。小兰在说什么啊？对啊，张经理没有威胁我，不然没关系，他只是说要我们写一个新的计划而已。对的，没有错。哎，不是啊，他不是要你去，他好心你啊，是个男人就负起责任，承担后果了。你被停职一个月了，外加写一份悔过书。哎，不是啊，主管，这是张经理他去。张经理他看在以前的合作关系上没有告你，你就应该偷笑了。我也是看在你以前工作认真的份上，只给你停职一个月，让你好好想一想，造成公司多大的损失了。好了，你快收拾东西回去了。气死我了，不开晨会了。爽啦，不用开晨会哦。太 thanks。哎，小安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刚帮我，刚不帮我跟主管解释啊？哎，你不看场面哦，他刚不生气，有什么敢讲话？哎，你还没跟我解释一下，张经理为什么突然就不签约了？就我为了你才对张经理出手啊！为了我？对啊。为了我做什么？我叫你帮我出手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张经理他威胁我吗？也没有。那你在激怒我什么啊？不是啊，我就是看我问他这么威胁你啊。你如果真的说你是为了我，你根本就是一厢情愿的吧？
你刚刚说我应该收东西吧？哎，小安，我要工作。哎呀，徐太医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赶快收拾东西回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哎呀，哎，太医还好吗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那个徐太医啊，记得先回过书啊。没有啊，就我先走喽。哎、hey, ，Let's get a drink， 晚上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比较想要待在家里。太医哥，那个啊，我相信你一定是无辜的，我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。谢谢你哦，加油！拜拜，我会加油的。太医一直吵架啊？对啊，谁叫他不管闲事啊？你跟男人的角度来看啊，那他应该是喜欢你。我也知道他喜欢我啊，不过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有超过我朋友以上的关系哎。哦，不是日久生情吗？太依赖我了。哦，你不喜欢黏黏的男生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太依赖我了。那就别回吧。收哦，酒鬼，两碗面送多两位，好，请慢用哦，谢谢。哎，帅哥，晚点回家收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不是小兰吗？该不会是在跟新一吃饭，所以才一通不回吧？哎，他传贴图来了哎，啊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徐大一很烦哎。但是我有种没有他我什么都做不到的感觉。怎么说？就是啊，我一直不懂他怎么花整整12年喜欢我，大学毕业了还追到公司来。他当12年的工具人也是蛮值得同情的啦。哎，什么工具人啊，我可没有办法帮我做什么，这是他一厢情愿的吧。哎，不要说他了啦，我不想吃东西了。哦，那我讲笑话给你听。好啊。我很烦，我一厢情愿，我当工具人，我为他付出这么多，钱也花了，朋友也放生了，现在我连工作都快要丢了，可是他竟然这样看我，我这样子一心一意对他付出。全部都被他当成屁，我实在是，我要请卡友们报仇为公道。
在此也要奉劝各位大大，不要被爱情蒙住了眼，忽略了真正对你好的人。不要像我一样，过了12年才看清楚对方的真面目。我那样的洋葱怎么多啊？简直要留不完哎！妈的！这边有后续的传送门哎，来看一下。员工知道，大家都很好奇，事后一个月我复职以后事情有什么变化？像我跟 L 女孩有没有在一起？还有女神 M 最后有没有道歉？就让我一一来回答各位吧。新一在那之后还是一样过着撒网捕鱼的日子，连一向对我忠心耿耿的莉莉也抵挡不过他那股寒流。不过啊，被他寒流席卷的女生可不是只有莉莉而已。果然，男的不坏，女的不爱，韩国的欧巴最厉害。至于我呢，在回去工作之后2天就辞职了，跟我的好朋友高手还有腹肌两个人一起出来创业。至于我的昔日女神嘛，在我被停职的这一个月之间，我都没有跟她联络。等到我回公司的时候，发现她已经离职到另外一家公司上班了，而且听说她也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。总而言之，袁波发这文，并不是希望大家去追究谁对谁错，而是希望各位卡友们在为他人付出之前，可以先想一想，这个人是值得你付出真心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也没有后悔或抱怨的权利吧？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有道理的。可是，我好想知道这里面这个 M 到底是谁哦？这个人太可怕了吧？baby， 你又在玩开心农场了哦？小 baby， 来，坐好，坐满。你看里面这篇文里面的女主角，她超贱的。